哎，兄弟们，我又来钓鱼了。你们在村子旁边遇到过这种小野河吗？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右边是一个小河道，左边是一个大水面。往往这种不起眼的地方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试试看都能钓到什么鱼。嗯，今天我们杆子就用握顶的王者神剑3米9的。嗯，这什么东西还在动？哎，是个龙虾耶。哎哎，不要夹我。耶，还没有下杆呢就收获一尾小龙虾。嘿嘿，先镜头。线组我们今天用1.0+0.8的浮漂吃铅1.8，先来给它来上个190米。趁发窝的时间咱们吃个火烧馍。来了，第一条大鲫鱼，进去吧。哟，来了，大鲫鱼，哎呦，哎，好嘞，哎呀呀呀，嘴都勾叉了，进去吧。来了，又有，哎呦妈呀，这条。劲儿好大，呀呀！哎呀，完了！嘿，上来吧，大板板！哇塞，越钓越大了这个。镜头，来喽！哎呀呀呀，劲儿还不小！呀，完了，钻草里了！来，大板鲫！哎呀，看下这条。进去吧，来喽，五，来，进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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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会儿鱼也停了，看看我们今天的鱼货。清一色的鲫鱼，小的放生，大的带回家做鲫鱼汤。 Nice。